此后，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他，敬拜神说：阿们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万国万民都要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第一首歌会用一段，用四种语言，用英文、西班牙文、台语跟日文，然后副歌我们再一起用华语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这个时候一起起立，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自由的运行，做他要做的工作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那些拦阻人来敬拜神的，我们同心合意命令他离开这个地方，求主来释放你的百姓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。La tierra alegre está. Tu ritmo hoy en cambio. Oh, I'm long winter. Kura yamita. Migete yuku. 一起来，我神，我神。在永在君王，
全地都看见我神。
谢谢你，你是神的羔羊，求你的宝血洗我们洁白。主啊，我们要到你的圣殿面前来下拜。是的，众天使、众长老、众圣徒都在面前欢呼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到你面前来，单单敬拜你，爱你，尊荣你。众圣徒、众天使。身高扬前敬拜，你配得全所有，你配得全所有，你是万物源头，一切都归于你，配得所有荣耀。圣到你左前，从白天到黑夜，圣到你左前。
做宝座的羔羊，我们唯一宇宙的神，感谢你。52年前，你差派了你的仆人，你感动了一群你的仆人，成立了洛弗的教会。一路以来，52年，你没有间断的供应我们，你没有间断的带领我们。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这40年当中，他们进入你应许之地之前，主你每一天与他们同在，你用云柱火柱带领着他们，你把你的心意借着摩西告诉你的百姓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是那时候的神，你是现在的神，你也是未来的神，你一样会这样子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40年已经52年了，我们相信接下来的日子，只要我们走在你的应许，走在你的道路上，走在你的心意上，主你必然会持续的带领供应我们，直到主你再来的那一天。主，我们把以下的这首歌再献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感谢你一路的祝福，一路的带领。我们也知道未来的日子，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没有缺席，一直在左右。